我今天早晨跟六合园几个工作人员谈话，时间不长，我体会到今天染污最严重的就是手机。所以我把手机丢掉了，不要了。我这两三年来很少用手机，就我告诉大家，我的手机充电一个月一次。前年、去年呢，半年一次，今年不要了，没好处。人必须少说话，多读书，读圣贤书。不说话没事啊。我不要手机，我不打电话给别人，不干扰别人。我也不收听别人的，人家有事情找我，他用别人的电话来找我，我自己没电话，清净太多了。多接触古人是最有利益的。你说古人在世，一生说多少话？留下这个书典是这个书本是他几分之几，是最精华的留下来了，废话都不留下来呀，最精彩的呀。我们展开这个书本的时候，是古人的精华了，这个要感恩呐。这叫恭敬呢，感恩恭敬心，他的话我们才听得懂。没有感恩的心，没有恭敬的心，听不懂啊。书念了1000遍，意思还是不见，什么原因呢？恭敬心不够，感恩的心不够。如果有万分真诚恭敬感恩，他一次就大彻大悟。我常常赞叹六祖慧能大师，为什么他能够言下一句话里头明心见性？我是那种人，他的真诚恭敬感恩呢是万分，所以他接触到能当下就痛痛快快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这一放下就成佛了，没有别的。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与读书不读书也没关系，完全靠的是真诚恭敬感恩，完全靠这个。我们仔细去看《坛经》里面所记载的能大师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，厚道到极处啊，自己一生谦虚恭敬，
不敢轻慢一个人。这就说明说他真诚恭敬做到了，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，在他工作之处，在他处事待人接物，你细心观察，大彻大悟原来是这么得来的。一切众生个个都有份呐。我们入不进去的原因是什么？是自己太傲慢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成见太深了，自以为是。现在人确实没有把古圣先贤放在眼里，没有把祖宗放在眼里，没有放祖宗是大不孝，没有把圣贤放在心里是大不敬。我们这么多年探索，自信的根源，圣道的根基，没有别的，就这两个字，一个是孝，一个是敬。有这两个字的人，决定是友，决定是真爱，决定是爱人。没有这两个字，他不可能爱人。他对人好，那是感情的冲动，不是真的。是虚情假意。不自爱，怎么能爱人？没有这个道理。